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他取名叫承欢吗？哟，就想让他一直承欢膝下呀。孩子大了嘛，总是要嫁人的。这婚我们也可以破结。我不玩了，你们玩吧。你们承欢，可今后我只想承欢自己。姐必须要当面说谢谢你，我要我们一家人都好好的。你们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。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关注、点赞并分享，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。我们下期再见哦。